感动可以哭，我被咬了我也会哭，然后情绪来了我也会哭，我真的很 sorry，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爱哭鬼。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，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，就你傻傻还不懂。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再不行动又要被扣分，我一直在等着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。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，我太天真，值得勇敢的情话最动人。可能在团体我就不是主 key， 对，小时候我只唱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，对，其他都是合着唱而已，没有一个人唱过。我不确定是不是个神曲，但是我确定有在注意这首歌，所以才选择了它。我只要敲敲头他们就知道我要唱一一二三木头人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？因为这样反过来就是人哦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想的 pose， 这样是人的意思。鬼鬼有点像是比较小时候大家认识我的开始，但现在毕竟也过了十几年，大家也慢慢知道我叫吴映杰，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GA 嘛，所以其实是通用的。今天就在回味鬼鬼的小时候，一二三木头人，完全没有，就是你看到所有的细节，不管是我情绪差或者我哭，我没有要装，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，然后我很容易有情绪，我感动可以哭，我被咬了我也会哭，然后情绪来了我也会哭，我真的很 sorry，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爱哭鬼。我是蛮感谢他们愿意花时间评论我啦，因为其实每一篇评论我已经看到真的看不完，然后我发现大家是非常的用心的在评论我的这个行为跟这个事件，我是觉得很感谢，真的是虚心受教也虚心的接受，我完全没有觉得说，当然被骂一定是心情不好，但我要转换这个状态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我们常常会接受很多的审判然后讨论，那有讨论总比没有讨论好，这是我的感觉。很认真的看节目，很认真的评断，我觉得非常的赞赞赞。